宋朝末年，金兵入京，群雄起而抵抗。 哥弟，我真的没骗你，你生父是杨戬，心阳二叔，并不是那条金狗完颜洪烈。王八蛋，你胡说什么？相信我，再小说一遍。小王的爹是谁啊？我没有胡说，你向爷您看，是杨二叔的亲生儿子。哥弟。 回头是岸，不要再糊涂了。锦哥，怎么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跟这个杀货圣母的畜生废话呢？他一点也不糊涂，他根本就是舍不得荣华富贵。好，小王今天一定要你生不如死，好叫你将来投胎转世之后，不要这么嚣张放肆。 杨先生，你，靖哥，你怎么样？丫头，想要活命的话，就把九阴真经交出来。不交出来，活不了喽。若不能，如果九阴真经若带着大武动手上，今后以后就会祸害无尽，绝不能交给他。靖哥。 杨康，你不是想撕了他吗？你就撕吧，撕他之前先把他给扒了也没关系。丫头，你说怎么办呢？
对，得。猪都不吃啊，你怎么搞的你？那杨哥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神龙帮正招兵买马，我们去报名啊。神龙帮，加入我们神龙帮，前途是光明的。哈哈，我们做的是无本生意，除了善事我们什么都可以做，办妓院、开赌场、把式、鱼翅、菜市，只要你们肯努力、肯拼搏，哈，不出一年半载，你们也有大房子住，也可以当富翁啊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有请天上众神灵，太上老君下天庭，霍金刚不坏呀！小计而已，他还会赤足走火、捉妖降魔等等呢、啊。想要出人头地的呢，马上报名参加。每个报名的人呢，要奉献5两银子，5两银子是吧？啊，我们要筹建这个齐天大圣庙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、啊？怎么了？不认得我了？我12岁那年呢，参加你们那个时候叫做什么飞虎帮的、啊。我好不容易去偷了观音庙的香油钱，凑足了5两银子，交给你们之后呢？我连个屁都没学会，回去啊还给我娘打得屁股开花。哇，真厉害啊，这么多年来台词没变，戏法没变，还真多亏了这么多的笨蛋来给你们捧场。走，还想跑还不追啊？快追啊！你不是齐天大圣金身护体的吗？怎么不灵啊？现在呢，我给你2条路走，一就是还我以前你骗我的5两银子，二呢就是让我把你打得五体投地。怎么可以这样做？这是银子，是花白白的银子。我当然知道了，要不是这个庙的住持一直给我娘正义施药的话，我娘的病是不可能拖到现在的。我答应过我娘，总有一天我要把偷来的钱送还。言而无信的话，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啊？杨过，你真是个大笨蛋。虽然我是个大的大笨蛋，但是我应该算是个大的男子汉。对不起了，这严家呢实在是太美了，可能又让你为什么杀人了？谁在我面前再提原子？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过来，娘，你醒了。小心
过儿，今天出去可不要再跟人家打架了。我知道，你放心。今天在陆家庄庄内啊，布阵祭师，人一定很多。我想早点去候着，可以多带一些回来。好啊，过儿，你的伤还没完全好，你可要小心啊。你放心，你儿子是个硬骨头，没事儿的。我一定会带很多东西回来，晚上呢，咱们可以吃个温饱。好啊，早点回来。好啊，来，娘您歇会儿。哎。仙姑，里头请。伙计，怎么满街的叫花子？哦，陆家庄的陆展元替他那个宝贝老婆贺生日，打算在庄内大赦米粮和衣物，去给他那个老婆征信。他奶奶的，把附近乡镇的叫花子平民都给引来了，美得城里的人呢，一直不敢出来。咱们酒楼的生意啊，一落千丈。这贱人，只管自己风光，从来不顾及别人死活。不止讨厌，而且该死。快，好姐一声，不要，臭小子，没你的事儿。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老人家，像话吗？臭小子，你是哪个道上？让你管的？打他！打别的！来，快！哦，你们怎么样啊？我是狗。啊？你是什么？我是狗。你不是狗。你是人，我不是人。每个人都有名有姓，我没名字没姓，我是谁？我不知道啊。谁是我？我是谁？谁是我？老婆。打你是想告诉你，往后对我们丐帮最好恭敬一点。今天陆家庄镇级布施没有你的份了，滚吧！凭什么？你聋了？滚！怎么样？去你的！滚！放手！打！住手！放开这位小兄弟！老赵，我们丐帮的事你最好少管，朋友啊。在下陆。哎，你们这些臭叫花，连我爹陆展元、陆庄主都不认识啊，还敢在我们陆家庄仗势欺人、以众欺寡，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无双，不许放肆。娘，爹骂人。兄台，今天是内人的小生日。
希望诸位能给在下几分薄面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放过这位小兄弟吧。原来是陆庄主失敬了啊！刚才这个臭小子辱骂我们丐帮，我要是就此罢休的话，我们丐帮岂不是威风扫地，啊，一笑天下呀？兄台言重了，刚才发生之事，家仆已向在下一一禀告。一帮一派，是荣是辱，绝不在别人三言两语之间。只要贵帮子弟严守帮规，济弱积善，贵帮自当威风拔面，赢尽万民的爱戴。陆庄主的言外之意是我们丐帮为非作歹，失去民心了，是不是？话是你自己说的，在下并没有此意。好，好啊，你好威风啊，姓陆的。我们丐帮从来不吃嗟来之食，咱们走着瞧，后会有期。哥们们，撤！谢谢。娘，药来了。啊，来。这是我自己调制的清丹，对新伤旧患、经络阻滞等症有奏效迅速作用，而且它还可以助你强筋壮骨。你快把它吃了吧。谢夫人。无双，送水。小心啊，慢一点。谢。小兄弟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还有我娘。月亮出来了，月光。娘，他爹是疯子，好可怜啊！哎，无双。月亮，对不起，我家这个丫头啊，口不择言。如果有冒犯令尊之处，还请你多多包涵。哎，不不，夫人，大小姐，你们弄错了，他不是我爹。他是哪门哪派的？他没说，只道是专程给老夫人送寿礼来的。展元，什么事儿啊？庄外来了一个道姑，可能是要来给你贺寿的吧。我们家的亲戚朋友里面有当道姑的吗？大概又是你这些年来好心惹下的祸吧。啊，你去跟那位道姑说，你家主母一向不主张作寿，也不主张收礼，今天我们只谈赈济，不言作寿。叫他请回吧。啊，是。哎，等会儿你去告诉他，如果他不嫌怠慢的话，请他不妨进内厅用过茶点以后再行上路。知道了。爹，爹，人家的身世真的挺可怜的，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爹就死了。哇，他的身世好凄凉啊。我已经跟娘说过了，让他留在庄里当小工，您不会反对吧？如果我可以反对，而你娘又肯听入耳，那么我们陆家庄的财力最少可以比现在强上十倍也不止啊。展元，我可没有骗你啊，他真的是很可怜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呀稍安勿躁，我又没说不让你收容这位小兄弟。来福，怎么回事啊？Thank you.
天你都不明了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。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欢乐去，离别苦，酒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，渺万里层云。千山暮雪，知影向谁去？李莫愁。陆展云，一别十年，你还好？如果我再让你活着出去，我就是个猪狗不如的畜生。阿元，把无双带进屋里去，没有我的话不准出来。进去。不忙了，反正你们一家三口都要到阎王府去报道，谁先动身都不成问题。哎，小声点，别吵到小孩啊。别扯了，行不行？走了。娘，无双，无双，听娘的话，娘马上就会回来。娘，娘，娘，无双。无双，听话，娘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在这等娘。啊，小兄弟，我把他交给你了，你帮我好好看着他。好好好。无双，你等着。就是因为他说了一个原则，我把他一家三口都给杀了。那天我实在生气，一连在沅江上毁了63艘船，杀的人并不比今天的少。因为我讨厌你那个臭宝贝的臭名字。十年之前我没杀你，是我陆展元毕生恨事。哼，十年了，你还记得十年以前我在你面前下的重誓吗？我说我会回来，我一定会回来，我没有骗你。李莫愁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这样滥杀无辜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你呢？你又算是个人吗？贪新厌旧，忘恩负义，只顾新人笑，不理旧人哭。我永远也忘不了十年以前你跟我一刀两断的丑恶嘴脸。陆展元，是你负心在前，你可怪不得我。我要你后悔，我要你后悔当年的负心和不义。废话少说，来吧。大，别吓我！不是我说，刚才你们那么害怕，怕什么？怕这个人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人你别怕，他是我儿子。嗯。换句话说呢，他就是你弟弟，兄弟没什么好怕的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不要闹了，你到旁边去安静着吧。我到旁边去。嗯，到旁边去。
小兄弟，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？只要我办得到，您尽管吩咐。外面那个李莫愁是陆庄主从前的情人，后来经过许多变故，我与庄主成了亲。这十年以来，李莫愁对庄主一直纠缠不休，又多次想加害于我，但是每次都给庄主打退了。最后一次是在十年前。这十年以来，他销声匿迹，我们还以为他是知难而退了。没想到他出了家，当了道姑，而且又再度回到了陆家庄。他今日大开杀戒，像是有备而来的。小兄弟，你们留在庄内，随时会有性命危险。你快带着这位老伯速速到庄外去躲避一下吧。好。你把这块手帕带着，在危险关头，也许会是你们的护身符。娘，这只是一条手帕哎。这块手帕，取以红花绿叶，相依相偎，是李莫愁当年赠给庄主的定情之物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舍不得扔掉。你明白这块手帕的用处了吗？快，你们快走，小兄弟，你们快走吧，我还要赶去助庄主一把呢。娘，娘，娘，你还死了，快点！无双，无双，你要听娘的话，你们快走，快走！你爹的武功非泛泛之辈，我去了也只是以防万一而已，相信李莫愁未必是我和你爹的敌手。小兄弟，你快把他带走啊！快走吧！我本来一直无动于衷，只是你一直缠着我，才让我动了心。为什么只顾伤春悲秋，缅怀旧事，而不动手？我等着你来送死。我马上回来，不要乱跑。陆姑娘，
我误了你，是我误了你。湛云，你不要这么说，你放开他，否则我要杀了这个贱人。湛云，只要你跪在我面前向我求饶，再休了这贱人，我就饶你一条狗命。你们什么人，竟敢管我的事？这两位年轻人有什么地方得罪你，你要这么折腾他们？这姑娘年纪小小，应该不会与你有什么深仇大恨。我爱怎么折磨他们就怎么折磨他们，你们管不着。哼，恃强凌弱，以大欺小，羞不羞啊？啊，看你眉清目秀的，却有个魔鬼心肠啊。你们少管闲事，否则有你们好看。哦，好大的口气啊，金哥啊，他说有咱们好看的，我倒想看看他有什么本领。这个闲事我是管定了。十八掌，你是郭靖。坐不改名，行不改姓，正是。我是他宝贝老婆黄蓉，你是谁？快报上名来。别轻举妄动了，搞不好会弄出人命来的。哎，快去看看那个人吧。杨康，
头，跟我走吧。丫头，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了。你就是那两个龟孙子所生下的孽种。我一看到你，我就想起了陆展元和那小贱人的孽行。一个是喜新厌旧、薄情寡义，一个是横刀夺爱、狐媚妖孽。这两个人都是该千刀万剐的混蛋。我要用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，让你的血慢慢的流干，痛苦的死去，才解我心头之恨。我要割掉你的耳朵，再割下你的鼻子。这是我当年送给陆展元的定情信物。当时他激动万分，我们俩曾经许下诺言，今生今世永不分离，一辈子相依相偎。这是你爹送给你的吗？十年过去，他还留着，他还说什么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。没想到他的信里始终没有把我忘记，一定是你爹求我对你要手下留情，是吗？那女刀用的是赤练神掌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呢，她应该是最近江湖上急速冒起，人称赤练仙子的李莫愁。这江湖的朋友都跟我说啊，这女刀难缠，武功高强，手段残暴，阴险之处呢，跟当年西毒欧阳锋差不多，只是欧阳锋比较倒霉。丫头，赶快把九阴真经的经文给我默写出来。好啊，没问题。Thank you.
功告成，我可以走了。啊，丫头，你在骗谁呀？刚才你写经文的时候那副清躁的样子，是个傻子都看得出来你在玩假弄虚呀。哎呀，哎，欧阳伯伯，我知道错了啦，我会写，求求你手下留情，我不敢再胡来了啦。好好的给我写。丫头，算你是识物，你可以走了。九阴真经，手中舍脉从气，停于丹田，气血相交。好家伙，先练为快。我第一次写的经文是真的，你却当假的；我第二次写的文句颠倒篡改，你却当真的。你是盗念经文，烧坏了脑袋，不变疯子啊！你姑奶奶给你提鞋。九阴真经，舍脉从气。舍脉从气。停于丹田，气血相交，血至痰中。心想百会，欲在内庭转入太冲。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呢，你哥哥到哪儿去了呢？跑到哪儿？呦呦，儿子，儿子，好久不见啦。不干，不干。爸爸，儿子。我们可以一生一世相厮守，都是这个贱人害了我，也害了你，让我丢尽了颜面，孤独凄凉一生。我不会让他死得那么轻松，我要让他永不得超生。
爸爸，儿子，儿子，运气啊，积沙成塔，聚少成多。精神错乱的一代武学奇才欧阳锋，看到蛤蟆气出丹田的吐纳方式，结合九阴真经，再次想起遗忘已久、威震江湖的蛤蟆功。武林人士吉凶未卜。